我现在没有理智，我现在没有理智，我现在理智一直在50左右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你的理智会有显示爬树啊？有吗？你的你不然你说你五理智剩五只爬左右啊？那个不好意思的，啊，我把 FPS 看成理智。你怎么讲？我这对啊，我想奇怪，明明就是一块大脑，为什么他会突然变那么高，又突然变那么高？你到前面的时候，我想奇怪，为什么你的理智可以看到数字，我都看不到啊？我想你在攻，到底在攻啥？笑我，那是我 FPS 啊，不好意思。好奇怪，为什么你的游戏跟我的游戏不太一样？就都不能自己。